我早上来才知道，他私底下跟这几位在学学生已经串通好了。他们为什么今天会来这里帮我助阵？他们要做一个大家都会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2006花莲地震，他们带头跟这几位在学学生说，今天的打赏不管多少，都要全数来捐给2006花莲的地震的受灾户。所以谢谢大家，也给这几位在学学生的才艺一个表演。我们也只是尽一个举手之劳，我相信也借助大家的力量啊。我讲白一点，就是借花献佛。Thank you.
second. Is that all right? And that goes a little something like this. Here we go. Thank you.
共识，这是在共识，fuck up your whole identity。给他一个机会，好好走入你的生命，走入你的家庭，让你孩子，更懂得去学习尊重生命，自己的重要性。